屏幕下方的那个直播间通知我。土豆是马铃薯，你不是地瓜吗？哥哥们那个小星星小花花送一送，谢谢小女子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给大家说地瓜的那个是我，切。好，一个惊鸿一面啊。衣服给你，衣服没法给你，谢谢战犯天子哥哥，好不容易进来一次。然后
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是第二个中国舞啊。哥们喜欢看中国舞吗？可以问一下吗？喜欢土豆的话可以点一下那个为了衣服关注去。这是我平常做商演的时候的衣服，现在可以拿到直播上来了。然后喜欢的哥哥们可以那个关注一下土豆啊。可以点击一下手机左上方那个黄色小星星，直播间通知我勾一勾，然后小星星点一点。然后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第二支舞蹈，我们快下班了。好吧，我快一点啊。你是赶着去吃饭吗？
这个是送南山战场吗？谢谢星燕哥哥，谢谢星燕哥哥。大家喜欢土豆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土豆。我是一个现代舞者，还有中国舞者，然后偶尔跳一下爵士。打一个广告，九九二长期招聘场控，有意向的哥哥可以联系麦序上的帅哥皇马们啊，都是帅哥。舞蹈只能嫁给他。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《星月神话》。星月神话。谢谢狐狸公子，谢谢狐狸公子哥哥。欢迎，谢谢妹儿，谢谢妹儿。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啊气息，却无法拥抱的你。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，但愿认得你眼睛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身边有怎样风景？中午好，我来了，你好。气息，却无法拥抱的你。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，但愿认得你眼睛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身边有